小周，哎，师傅。方厅长说你是新城第一书记，那果然没骗我。我也说那个人真的是机器人吗？人工智能的那种。管住嘴，迈开腿干活。我们手上的人总是不同。我觉得这个呀，别再往那个皮里去了，后边的，咱前面玩了挺皮的，我觉得到这种就搞反来了，您这小孩子。干活。是吧？干活。不然难受。真干活。干活光会被公用也不行啊，要是死记硬背的就能够最好说的再夸谁点吧，会查会用不就行了啊、哦、是吧，就光说会查感觉好像这法官好啊，不会查会用不就行了，就是师傅把我拿捏的死死了。这是我的法柱啊，周易安。您的法柱平时就是用封建迷信这种方式去调解案件。封建迷信是这样的啊，啊，证据就在那，我就干那个，你就可以说后面有证据，后边有证据，后面有证据，看下来后面细细，后面有证据啊，101页，违反条，103页，第5行第6字。